林益雄先生，很高兴你在台湾的民主上为大家的努力。当昨天我看到新闻上，你所发言的在你新书里面的章条的时候，其实，身为一个同性恋，我是非常的难过的，因为我也渴望像你拥有一样的家庭，渴望像你可以结婚，渴望像你一样可以生小孩，渴望这一类的等等。而身为一个民主的斗士，你真的觉得把人区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是真的民主吗？是真的平等吗？我期待你像施明德前主席一样，在民主的这一条道路上不断的进化你的思想，不断进化你的想法，不断的宣称真的民主，而不是这样子想要把人分为两类的这一类的假民主。谢谢。